这样给你看。你在看鱼是不是？不是啊，你是在看那个看鱼啊？不是啊，看那个三子鱼啊。三子鱼就是比较贵。你吃鱼又挑挑哦，没有人在下面的哦。左边吗？刚刚不是有看到可能是三只的吗？对啊，其他的全部都小乌丹花，它刚刚要200只。嗯，好像没看到别的哦。对，因为这么抓，就是说大嫂大概是嘴长，是头长的大概3.5倍。但公母鸟那个有点过长，就是3到3.5倍，那中嫂就是2到2.5倍，那小嫂大概1.5倍。那其实小嫂是最不容易遇到的。哦，他没有在台湾。因为你没有去追他。但是在过境期的时候出现。看后面有一只，后面有一只小的飞走，目前不要去。最右边。飞走了。字典说有飞走，是什么飞走？馒头雁飞走了。有人说要献宝，还要准备礼物。讲这种话，这种人讲的是这种话，欠嘴的，没有真的去看。而且你下辈子还有机会，下不要讲下辈子，你看更毒对不对？更毒对不对？你讲他暂时没关系，他讲他下辈子去，你看。难怪你没有女朋友这样。你又知道你就是你。他讲的、啊，像中嫂、大嫂都很喜欢吃螃蟹，像老螃蟹。群组里面的封面，我就是把它当封面，大嫂。它在叫，飞起来了，飞起来。啊，跑到后面去了。有点怕我们。